近日，备受期待的电影《梦境》公开了特别出演的孔刘角色剧照，其中一张与汤唯的同框剧照更是引起了广大影迷的热烈讨论。照片中，汤唯笑脸盈盈地坐在那里，对面是扮演她丈夫的孔刘，两人同框的画面充满了和谐与甜蜜，让人不禁期待他们在电影中的精彩表现。据悉，孔刘和汤唯在《梦境》中饰演一对夫妻，这也是两人首次在大荧幕上合作。早前，汤唯晒《梦境》剧组聚餐照，看到照片里的阵容，不仅有咱们的大美女汤唯，还有韩国的小仙女秀智、长腿欧巴朴宝剑和实力派演员崔宇植，这简直是一场中韩明星的颜值盛宴啊！汤唯和秀智还玩起了贴脸自拍，两大美女同框，真是让人感叹好伟大的两张脸啊！秀智小可爱还比了个耶的手势，真是可爱到爆炸。而汤唯的状态也是超好，完全。